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月光，然后我们今天是想要聊聊 AI 加上 DeepSeek 这个最近在 Web3 很火的一个话题啊。然后也有小伙伴们都有注意到，它其实月光从去年开始就做一系列的 AI 主题的节目。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我们 AI Connect 的代表，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 DeepSeek 是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智能的新时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自我介绍，因为两位嘉宾都是在业内是非常的具有丰富的经验啊，然后也是希望说能透过今天这一场 AMA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什么是 DeepSeek，然后结合上 AI 会有在我们的整个新的 Web3 领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叙事。那么，想要先把麦克风交给 James，来自 Coin 的全球战略合伙人，先来进行自我介绍，谢谢。Hello, my name is James Kim。我来自韩国 South Korea，我是 Gcoin Exchange 的全球战略合伙人。今天很高兴和在 online 和各位全球的各位听众们能在Binance 的 AMA platform 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 blockchain 的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主题 AI 加 Deepin 的这个 subject。再次感谢大家和一起分享，谢谢。谢谢James 先生的介绍。然后来自南韩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韩文来打招呼了，因为 Haseyo，对不对？我们在对呀，你在好哟。太棒了，谢谢您的中文非常好。我们现在是北美时间早上8点钟，很高兴能够在周末的早上一起来就来学习到非常非常丰富的知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把麦克风交给 Jerry，Jerry 是来自 CFAI 中国金融分析协会的分析师，这听起来就非常非常高大上的 title，对不对？我们首先也想邀请 Jerr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谢谢。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我们的韩国的分享嘉宾，在这里呢，还有所有在做聆听的伙伴朋友们，大家现在好，我是 Jerry。那我呢是从事金融工作呢，可以说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一开始当然接触的就是传统金融类的。那当区块链这个概念被我接收到之后，就算是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和我的老本行和金融去贯穿在一起，就跟随着当时给我悟道的那个伙伴一起走进区块链这个行业当中。但是现在我目前可以说不管从结果还是从社区来讲啊，甚至要远超于他，但是我永远是感谢他，因为这基于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验。那我们都称自己是追风者，为什么称自己是追风者呢？因为之前金融行业最赚钱的时候，我们从事金融，然后有幸在区块链行业兴起的时候，走进了区块链金融这种共享经济。那现如今呢，我们都知道 AI 赛道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爆点，这个科技爆点呢，又能够去反哺到很多行业，当然离不开的就是金融行业。那作为一个金融工作者，同样也是一个金融的爱好者来讲，这里我觉得我是不可或缺的。那来到这里之后，能和这么多的优秀的嘉宾、优秀的伙伴一起来探讨学习，我是非常开心的。今天晚上很荣幸，能受邀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来做客，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交流，能给我们都带来彼此之间最难能可贵的那份认知的成长和经验的提升。谢谢。太棒了，谢谢来自 Jerry 的精彩介绍。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聊聊的是，借着 AI Connect 主网即将上线这么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临，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上 DeepSeek 这种技术的融合会有怎么样的魅力跟可能呢？首先想要把这个话题交给 James，也就是来自我们韩国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个人认为结合 AI 以及区块链技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发展？谢谢。其实 AI 和 blockchain 就区块链板块的话，其实是今年在整个就 finance 金融市场的最火的最 hot 的这两个 issue 就是焦点吧。对，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也是我们的 accelerating 早期孵化的这个 AI Connect 这个项目，也是开始到近期，也是我们发现很多也是类似的这个结合 AI 的这区块链的项目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也是相信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也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对，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板块，
它是在我不知道今天可能是要说的是比较 light 一些还是比较深一些，对，因为这个要说的深一些的话，可能最近它的这个焦点的话确实也是比较多，就是从它的这个技术板块或者是它的到的它的伦理的板块，然后这个 range 也是比较多，比较深一些，对，然后这但是今天的我们的听众的话，那肯定是区块链的这个听众是大部分更多的。那针对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板块的话，我觉得就并就不用说的更多了。对，那就是区块链的技术上的融合，针对 blockchain 上技术的话，那就不用说的太多。那就是针对 AI 这部分上和这个 blockchain 上技术的这个融合这一部分上的话，我相信特别是在今年。还有就是以往还有就是未来这部分上的话，特别是在去年还有今年，因为除了在因为我是其实并不是太擅长于做这个 skating， 但是也是在我是加入 GCoin 的团队以后，也是在近期也有几次这个经验的，然后我有幸在 Binance 也是第二次做这个 AMA 这个活动，对，然后也是知道了了解到了这个我们的听众也是喜欢聊一些有关 finance 投资这一方面的情况，对，所以我也是希望也有一些多 develop 多聊一些有关 finance 上的这些事情，对，所以我也是想今天多聊一些就是有关 finance 相关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结合去有关投资币加的这个作为 user 的话，那应该是在今年到去年到今年的话，除了投资比特币以太坊的这个有了大的这个收获以外的话，那去年的话呢应该是投美股的收益率应该也是非常大的，那美股当中的这个板块的话，那肯定是最大的这个肯定是 AI 板块，那就是 NVIDIA， 对，所以那 AI 的这个板块，那除了投资这个板块的话，那肯定它的投资收益率高的话，那肯定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这个技术上肯定是有着很大的应用。那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和区块链的技术的这个融合的话，那我们以后是会看上去会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魅力和这个vision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将来会是在我们特别是在从事我们 blockchain 领域的同行们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 mission， 然后但是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一个 future 吧，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谢谢，再次感谢你的分享，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今天才刚新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嘉宾们的项目的账号，然后在推特上面可以把它 follow 起来。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要把这个话题交给 Jerry， 来自 CFAI 的中国金融分析协会分析师，来聊聊您个人的看法，关于 AI 结合区块链技术会能够带来哪些创新呢？谢谢。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我们这次的一个分享啊。就刚才金森老师有分享到关于伦理这块，这个其实我们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到。作为一个传统金融一直参与到区块链金融到现在来讲，我其实更为专注的领域当然就是我的老本行，一个是金融，那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提升着对于 AI 的了解，以及呢在结合当时在区块链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些新的内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算力维度。那我就从这个金融和算力两个方向来和大家探讨一下它会有怎样的一个魅力。首先来讲金融，刚才Jason也有提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股票的一个暴涨，作为传统金融的一个参与者来讲，当然我们也是吃到了对应的一个红利，只不过这个红利呢关注点是从它的 A100 芯片专门往人工智能领域去做出大的建设之后，才开始直接大规模的去进行了持有啊。前期呢只是忽略了它在 AI 领域所做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一直认为为什么我们从传统金融要到了这个 blockchain 到了再到现在的 AI 呢，就是传统金融的这种领域当中的天花板是
非常非常以前认为是无限的，现在结合这些新的机遇来看的话，它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就曾经被 blockchain 被区块链金融被一些 DeFi 所狠狠的重锤狠狠的暴击，然后呢现如今又有了 AI 的一个参与在 AI 的参与之下，可能在金融领域真的是要进行一个大的颠覆。因为所有从事金融的行业的人都知道，我们一早期从最早了解金融就是从什么开始呢，就是除了学完理论知识，一旦开始实操就开始去盯盘，去分析过往的案例，分析公司背后的动向，分析一些新闻报道可能会给它产生的影响，这是我们实操维度所能够去介入的。那随着 blockchain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之后呢，我们开始用更多的科学的方式去也结合着我们的经验来到了 blockchain 的市场当中。一开始真的就有一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感觉哈，因为我们用原本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打造出来的 EA 系统量化系统到了这个区块链市场当中，就是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讲，就是野八路遇到了这个正规军这样的一个对抗金融市场我觉得一直是非常有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背后也是血腥的任何的金融本质皆如此。那我们可以讲一路用过去是直接是所向披靡直接就是摧枯拉朽的这种。那在这样的了解当中，我们也慢慢的在对区块链背后的底层在做一系列的认知的提升，同时也有去多多少少去投资一些，除了在传统股票上面去进行投资，也投资了一些具备潜力的区块链公司，具备潜力的一些团队让他们去用他们天马行空的思维，天马行空的创意，还有他们的一些技术实力来给我们创造一些更多的更丰厚的回报那当然这是介于我们参与的一个前期，慢慢的随着更多的机构，更多的这个金融爱好者的一个介入的话，这个优势肯定也是在不断压缩的，尤其是在灰度基金它大规模高调入场之后对我们利润确实是产生了对应的一个冲击，更不要说在去年对应的一些法案的通过ETF 通过，那这个呢就是代表更多专业金融机构在入场。对于做金融的来讲，就是在红海市场它永远比不上蓝海市场的收益情况，那我们呢就及时的进行了蓝海市场的一个切换，开始借助 AI 这套工具。那我觉得 AI 这套工具比起传统的业务工具最多的这个优势在于哪里呢，就是它能够更高效更及时因为作为一个金融参与者，我们离不开的是分析各种各样的盘面，但是你的分析速度远远是跟不上 AI 的一个学习速度的，你只需要对它进行你不管是多少年数据的一个喂养来讲，他们都能够很快的吸收，并且能够去做出在目前大模型技术之下的进化比我们的经验教条来讲显得更具备一些灵活性这些灵活性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讲是比经验教条式的更适合这个市场本身其次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它还能更快的去做到信息的一个收集。我们从事金融的多多少少有自己的一些内部的资讯，但是除了这些内部资讯之外的话，你也避免不了的要收集全球的各种的可能会对市场产生的信息那这些我们收集速度通过实测发现是远远不及 AI 的，因为它可以多维度的去进行扫描式爬虫式的这种累积并且能做出快速的反应。这是我觉得在金融领域当中 AI 未来会越来越大有可为会把我们原本的这种优势如果不及时革新不进行自我革命的话，慢慢的会被冲掉那这就是新一轮的 PK 和竞争。那在算力领域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在喂养 AI 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很需要算力这个东西，而且在市场比较紧张的时候，算力是很稀缺的一种资源，就是你花钱都很难买得到，你需要去等，但是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金钱，等不及的话该有哪些 plan B plan C 跟我们去选，该有哪些算力能被我们所用所调度，这也是重中之重来着。所以又开始去关注到算力方面，才知道目前英伟达的产品可以讲是一卡难求所以在此呢，对于算力我觉得后续我们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建设，以及呢更多的这样的市场空间被我们慢慢的所发现，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去结缘的一个根本，因为好像看到了对应非常不错的算力解决方案，在这里呢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谢谢。
再次的感谢来自 Jerry 的介绍，对，那么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由浅到深的对于 AI 加上区块链技术融合这样来进行了更深的了解。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以现在的算力市场来讲，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不想了解嘉宾对于目前想要参与到 AI 还有 Deepin 啊，或是想要参与到 AI 加上区块链技术这么样的项目团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建议？首先想要先把这个话题交给 James， 然后 James 他也是来自韩国的小伙伴，那中文很好，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们把我们的项目方也关注起来，在推特上面我们其实都有标记到了项目的账号。首先先把麦克风交给 Jerry 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算力市场在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然后以现在这样的算力来看的话，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谢谢。对，就是算力的话，对，刚才也是再次感谢 Jerry 对刚才现在的这个AI 板块的这个也是我们 AI Connect 的这个也是 main 的这个核心，也是就是你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的为核心的这个项目是非常的比较的火爆。然后现在的这个算力市场的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 device 的话，其实这个算力市场是一直以来是被这种大型的公司是被垄断着的，但是在这几年以来还是有很多的这种 cloud 的方式是进行多元化的 business， 是解决了这一部分的问题。对，但是今年的这种算力的快速发展，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去年到今年的这种 NVIDIA 的暴涨，也是导致了这 hardware 的这 GPU 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是每天的这个价格是真的是一直是在增长。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对，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能看得到，你现在定一台矿机。因为这个 GPU 这个用中文是叫硬件嘛，对，这个成本的话，因为它这个不只是在应用到这个 GPU 的话，不只是用到要做矿机上面，要用到汽车上面，还有用到飞机，还有医疗汽车很多地方，这个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然后除了 hardware 成本以外的话，我觉得通过这个是要通过算力的这个应用的技术的提高，是可以逐渐的减少在这个应用算力的这 cost。 对，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最比较现实的是可以实现这种可以减少这种 cost。 对，据我所了解的话，我们负责AI 板块就 Coin Labs 的这负责人也是在对这方面的投资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然后我们也是有在这方面也有投了不少的人力和这个物理。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情况。对，谢谢。明白了，再次感谢来自 James 老板的介绍。然后 James 也是 Jucoin 的全球战略合伙人，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他。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把同一个话题交给 Jerry 是来自 CFAI 中国金融分析会的分析师，一起来谈谈以现在的算力市场要怎么样在发展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些建议呢，欢迎提出来。对，然后我们刚才呢也是知道说，真的就是从 NVIDIA 对不对带热了这一整个大家对于 GPU 挖矿啊算力啊这方面，然后现在大家还会担心说自己可能没有足够的算力对不对来市场抢夺先机，所以不晓得在这一点的话 Jerry 老板有什么一些什么建议呢？谢谢。 OK， 对于现在的一个算力市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链接的问题，就是为何看好 AI Connect 的一个原因所在，它解决了这个链接上面的一个重大突破的难题。如果聊起链接，从我们金融所有从业金融的人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交易所啊，我们所讲的股票交易所、证券交易所，你不管是在伦敦的，还是在东京的，还是在美国的，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在链接方式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互联网的根服务器直接一根海底光纤拉到自己的本土国家去和自己的交易所去进行这样的链接。为什么要这样的大动干戈呢？因为它要把这个延迟给降到足够的低，降到毫秒级别。因为你没不具备这样的延迟技术的话，肯定无法在金融市场当中立足的。你的信息更新不以毫秒级去更新的话，就会给别人一个搬砖的机会，就会给别人一个套利的机会。所以在金融市场刚刚搭建起来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种互联网的方式去进行金融交易的时候，很多国家的这些，尤其是国际
顶尖的这些金融机构呢，都不远千里的，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链接问题，去买海底光纤，并且每年的成本维护费用也是非常之高的。那现如今又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链接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算力。算力它同样也是需要链接的，因为我们对人工智能去进行对应的一个大数据的喂养，需要它进行学习，需要它进行数据的一个分析，那这个算力调度就显得很重要。为什么刚才我们见到所讲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大的集团机构要自己去部署，不惜去花超过市场几倍的价格，需要把这个显卡，把这个 GPU部署在自己的机房，因为它部署在自己的机房，它调度算力它足够的方便，它连接速度能够足够的快。因为如果它部署在别的地方，或者说是都不要说别的地方，就比如说它在美国本土的公司，在中国有分公司，中国分公司同样部署了算力，如果不通过海底光纤这种方式去链接的话，这里的算力基本上也是无效的，对它训练 AI 来讲，因为延迟太低了，数据的交互速度太慢了。那怎样能够更快捷啊，并且成本更为低廉呢？我就是觉得分布式这种一直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案来着。当第一次接触到分布式的时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如果当时我们金融行业有这种技术存在的话，那该可以省多少钱，省多少事啊！那当然，想要通过分布式去打造的话，我也关注到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其他的所谓的一些 AI 算力也在我们这个领域去发展。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叫做有没有自己搭建供应链的这样的技术储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因为这个它不是说你发布一个合约就可以去进行调度的，必须要有验证节点的参与，必须要足够快的去完成部署调度，包括可能 blockchain 当中所涉及的通证经济学的一个分发，这个奖励的一个获取，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流程，你不能基于别的链去嫁接。因为一套公链它从设计之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它未来要走哪个方向的路，它是选择更快速更安全，还是说更加的去中心化。从一开始设计之初就已经在这不可能三角当中抉择了其中两项啊，或者重点去突破一项。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就是更快的链接，当然也确保足够的一个安全。在这样的一个建设之下，我觉得我们公链上线是真的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把这种链接做到低成本，因为不用在千里迢迢去铺光纤，也不用去花几倍的价格要往自己足够近的地方去部署这样的算力中心，同时呢还能够去调度更多的，我觉得是闲散的，这也是对资源的一种保护和不浪费。站在金融学的立场来讲，这样的话也是更低廉的一种成本效率，对此我是大为看好。好，谢谢。啊，太棒了！我也有看到我们在留言区里面有来自不同社区的小伙伴们都来听我们今天这一场关于 AI 加上 Deepin 的讲座。然后，比方说还有包含来自 AI C Army 的小伙伴，对，都有来留言。然后有小伙伴说讲的太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然后也是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然后我们想要再来到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要聊聊，因为我们的标题有讲到的说 AI Connect 主网是即将要上线嘛，那不晓得各位对于 AI Connect 的现在跟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首先我们想要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先交给来自 Jucoin 的全球间的合伙人 James 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谢谢。刚才我们提到的从整个这 AI 板块还是算力，还有甚至我们今天没有聊到提到的这个 Deepin 板块，其实这些是从大的这些环境来说，是对于这AI Connect 的现在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环境。然后我们是从对内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从今年年初我们是收购 Gcoin Platform 以来，AI Connect 是我们的第一个 Accelerating 的项目。然后 AIC 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项目，然后我对于我们 Platform 来说的话，AI 不只是一个项目，其实是大方向的话是AI 其实这个大的这个板块是也是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也是第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也会已经是有在做，然后也会近期也会有一个有很多的一系列的一些 action， 然后能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然后针对整个未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能很快的能看到一些好的消能看到一些好的情况吧。是的。
太棒了，对，也是觉得说像是这一整个赛道，其实不管就是市场你怎么样，还是持续发展下去，因为其实整个 AI 的技术，对吧，其实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么同时也想要听听来自我们 CFAI 中国金融分析协会的分析师 Jerry 老板是什么样的观点呢？谢谢。OK， 对于我们的现状来讲，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继续去把节奏给加快，因为我们中网上线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啊，它并不是，它只能算是一个具有强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并不是说我们上线之后就可以去傲视群雄，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固步自封。我觉得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我一直对供链啊，从我介入时开始，我就把它比作我们啊中国经济金融当中离不开的房地产，喜欢用房地产去来做一个类比，就是我们搭建一条供链，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去盖了这样的一幢大楼，这个大楼呢，它毫无疑问，它能够去支持这样的一个硬件。那除了硬件之外呢，在一个大楼当中呢，可以说还有很多的配套设施也显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举个我们中国比较典型的案例来讲，就比如说我们的万达广场啊，你去建万达广场也好，去建融创也好，这样的商业综合体肯定前期的建设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建成之后对它的期待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当你从落地完工的那一刻开始，接下来物业团队进入之后要做的最核心的部署是什么？就是招商啊！对于一些大的品牌，可能甚至来讲，我免租位的来让你来我这里来开店；对于一些小的这个用户比较喜欢的品牌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房租。等他们先把这个商圈先给搭建起来之后，先能够完成一些吃喝玩乐的属性之后，再后续介入的这些商铺店铺可能才会满额的去收租金，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运营这个综合体。我觉得这和我们供链当中有很大的雷同之处，我们好不容易搭建起这样的一个框架，那接下来呢就是往里面去填装一个又一个的配套设施。那这些配套设施的填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运营解决方案，让生态能够快速的去部署去应用。像我所看到对吧，我们从白皮书当中所了解的，它会在AI 绘图啊，亦或者 AI 数字人啊，比如元宇宙啊， AR VR 等等去做一系列的这样的建设啊。那在建设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就是先实现从无到有，然后呢要做的就是完成从有到多，或者说从零到一，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关键节点，然后从一到 N， 每一个 N 的增加都是极具意义和标志性的，也是我们不断壮大自己的一个过程啊。我相信它具备这样的一个潜力，也希望如我所愿。好，谢谢。再次感谢来自我们 Jerry 老板的分享。对，其实还是觉得这一整个赛道的前景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想要来聊，就是邀请每位嘉宾来聊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那第一个呢，想要先请来自 Jucoin 的 James 老板聊聊说 AIC 项目的生态未来规划是什么呢？因为同时我们也有看到在留言区里面有好多来自 AIC 社区的小伙伴们过来留言，然后来自我介绍打招呼，所以真的是社区的支持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也是想要请James老板来聊聊这个话题，谢谢。对，因为刚才我也是提到的，就是AIC 的话，就现在是目前是 Gcoin 的我们的第一个 S rating 的项目，然后也是着重的也是我们的 AI 板块的这个第一个明星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们也是包括我们 Gcoin Labs， 还有就是AIC 的基金投资的这十几个优质的项目，也都是会有一系列的这些项目是会和在AIC 的项目的这些会有产生紧密的这些合作，在 AI 板块推进一系列的这些 connection， 会有这些 action。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和刚才都是有会有connection 做出一些在交易所和项目之间的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吧。对，而且还有刚才Jerry 所说的，对，也是作为我们的这个紧密的这个合作方，还有作为顾问，然后我们也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些 staff， 还有合伙人，我们也是在每天加班加点的，全球的这些伙伴们也都是在为交易所，还有我们的用户，还有我们的社区，
对，都是在为好的方向在做一起的努力，对，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对，所以我们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对很多的好的利好消息，还有我们的 mainnet 公链的这些信息，对，所以应该是会在这些之前我们有guarantee 承诺过的这些的信息生态一步一步的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段内的话会给大家一个大家能会看到吧，对，好，谢谢大家。哇，太厉害了，然后也是很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相关的讯息可以分享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要把麦克风交给 Jerry 老板一起来聊聊 AIC 在算力优化之后未来的规划跟发展方向又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谢谢。OK， 对于算力优化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领域当中呢，大家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时间概念的问题。什么是这样的时间概念呢？就是好像是当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进展之后呢，就会觉得我的参与节点是否还正确，我的参与节点是否能让我有足够大的一个回报和利润率啊，这是一个共性问题。那在这个共性问题当中呢，我们通过这一次的优化可以讲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痛点所在，因为它不管怎么看不管怎么说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建设在引流方面的这样的优势可以讲巨大，因为它算是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解决了我们可能就目前市场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预见性的在尝试在解决在部署这样的就是措施啊，这是我觉得运营团队非常赞的一点。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流量和生态之后，最大的意义和这样的对于市场的影响在于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能够更快的去吸引到开发者，因为对于一个生态对于一条供链，我刚才讲了，我们需要这些开发者，需要这附加的这些部署来尽快的落地啊，尽快的能够去部署进来。那部署进来，我们的流量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这个流量能够吸引到他们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对于运营团队的阻力压力来讲是一个大大的减轻啊，是能够很快的让他们来渗透进来的。那如果我们的流量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吸引点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谈判，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在这过程当中让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推后。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提前去做部署，那当然是最好不过。那并且对于我们的团队伙伴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这个优势点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借助后续它的不断推出来的生态而获益啊。因为对于团队发展来讲的话，很多人都在关注收益的高低，在关注着这个我是否能够在这里长久的去发展。那我们生态的逐步的建设会给这种不言而喻的带来很大的一个激励和推动作用。你不需要再去向外面去阐述我们的一个实力情况，它通过这个生态的引流会自发的为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品牌效应或者讲是广告效应啊，这对我们的帮助可以讲是特别大的，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优化之后能够呈现出来的结果啊，谢谢。原来如此呢，也是再次感谢你的分析。那么对于刚刚来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小伙伴们，我们刚才Jerry 是 CFAI 的中文金融分析的分析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话题也想要来请教一下 Jerry 老板。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有超过7500个在线观看啦，哇，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热情，然后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今天要聊的是 AI 加上 Deepin 开启这个智能的新时代啊，这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热的话题，所以我们也想要来了解一下在 AI Connect 主网上线之后，作为用户可以期待哪一些新的体验跟变化呢？也是同样把这个问题交给 Jerry 老板来作答，谢谢。其实上线它是一个标志节点啊，我刚才讲了上线对于我们未来建设这是运营团队的一个方向，我的看法。那对于我们用户来讲的话，其实最为开心的应该我觉得是公开透明，因为我们主网上线之后，一切的行为可以在链上去进行记录，并且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去通过工具去查询也会去看到我们在去中心化这个事业当中不断的做出贡献啊，因为我们讲让区块链再次伟大是需要不断的去推动的，我们作为推动力量之一很荣幸
那其次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作为用户的这种感官体验来讲，就刚才所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生态的部署。你只有主网才能够接受到这些生态，你不是主网的话，你和这些生态哪怕有再多的想法、再多的创意，都没办法去进行联动。这是一个大本营和大根基，我们希望这个根基牢固，我们希望在这个根基牢固的基础上，有更漂亮的呈现给到各位。好，谢谢。明白了，确实是这样子哦。然后也是说，主网上线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多多的支持啊，我看到。